那我们就进入啊，这是我们就开始谈所谓为什么今天台湾希望缓和会议的这个问题啊。啊啊，尤其咱嘉义地区呢，我相信大家啦，就因为现在全台湾16县市整个总调查起来，还嘉义是自己认为以及被客观认为最不幸福的地区之一，就是嘉义。您这个啊，不会辛苦，您的话会，人家有做过一个总调查分析啊，这个这个，我刚刚啊，当然嘉义啦，哦，我是北港啦，那这些调查呢，全全做台湾早期最多的流氓，这个都是出自这个最穷苦的地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太穷了，所以只好铤而走险。可是呢，反映在政治场合上，嘉义非常吊诡。非常吊诡，你看看，后来呢？现在又是国民党，嘉义市国民党在执政啊，也已经而且连任了 啊。但是呢，每一次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都非常的激烈。啊，我们美最近呢，以来的美马英地位，哎，都是美刚开始臭干起来的。但是呢，我要呼吁大家，你们不要再骂某某人笨了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骂人家什么水脑啦，什么水母脑，什么蛙哥啊！我告诉你，他如果笨的话，你算什么呢？因为上个世纪就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，英国人，他就已经骂过了。他说，民主政治至少有一点可取，也就是一个国会议员或总统，不可能比他们的选民更愚蠢，因为。如果他太蠢，选民再选他，岂不是蠢毙了？所以你们不要再骂那一个绝对不是叫做笨的人，那个人是邪恶，而不是叫笨。第一任看起来像天使，第二任看起来就彻底是魔鬼了。往后还有潜力，就是撒旦了。那个会是台湾历史上一个超级恐怖的大撒旦。第一任装可爱，第二任本质露出来，第三任那是罪无可赦。一点啊，何况台湾又叫中高，又叫降低，升个啥？你们知道吗？台湾八个字你们通通懂了，在台湾行事风要做什么的话，只要你了解这八个字你就清楚了。哪八个字？所有的公共事务，是看谁办，谎看谁办，是不是啊？安得清楚啊？魏公上，你潜水艇被抓到了，又文系列啊，谎看谁办，是看谁办啊？啊，台湾是这样啊，刚才也说了，请大家用膝盖想一下，今天为什么还要盖核电厂？这个热力为的来电，臭干不来电啊！这个是一个台湾专门做核电核子武器的这样子的人，他今天忏悔了，来整个一个报纸。哎，该刘立尔的下，刘立尔是因为在日本整个亲自遭受到这惨痛的，化卖狂杀了。你拼十代，拼几世人所盼的物件，核能只要一出现问题，中和了，中再见了。这也是为什么台北的贵妇团都跑出来了。你还以为他们是为了你什么理念？我告诉你，你们更不要以为所谓深蓝深绿，马英九绝对不是深蓝，国民党的立委绝对不是深蓝。小英跟四大天王跟所有的这些什么什么政客也绝对不会是生力，真正的深蓝跟生力是一层一群一群的基层，他们不晓得遭遇什么样的状况，就有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。他们从来没有为他们的理念得到任何的好处，却随时可以为他们牺牲。哎呦，你很聪明的，就听到听到，政客没有红尘黄历蓝靛紫，政客只有清一色唯利是图。你到今天也还好吗？还好啊，现在国民党早就共产党化，民
民进党早就国民党化，你还期待什么？啊，你想想，台湾为什么没有转型正义？可怜哦，可怜咱大家，在座有知道什么叫转型正义的举手？唔知啊，我，而且我失败，我应该攻击。来，我想啊，我先把我在反核第一阶段先提出九大理念、九大基本的这个认知啊，先给大家讲。台湾核电纯粹是因为旧时代蒋经国那个时代，为了要制造原子弹的时候，黑准会内负责调查的时候呢，我记得他们要我们调查是三支的地点，台湾不是设系的核电厂，是准备设啥的呀？很可怜哦，黑做黑台湾黑准的喜欢，可能在做原子弹哦，做像咱在放烟那样做。迄阵阮咧调查的时候，阮互相讲讲容易，咱只要心态保一点点，后壁干嘛保一点大？啊，那安尼即马看起来是保一嘛连关系啦吼。事实上啊，核试更是集最大风险、最多的贪污、犯罪等等。然后从以前台湾的核一到核三的电厂是整组包括卸改。小无定量这核电厂来做，那这个核四不是，那这核四是全部拆解开来，由台电一个一个大包包、小包包，然后呢前前后后贪污舞弊一大堆，是我感觉这挖铁个在较早一点到把人干掉去啊，都厉害。但是呢是这样来的拼装车，外公，如果真正了解内情的，还相信那个能够运转的话，也许转对是因怕希望的担心。那个真的是核四世纪最大风险跟几十年无数变数的大臣，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承担或任何后果，扭转过去的错误政策，不应该也不必借由充满争议性的公投来转移并且逃避责任。三四十年前政府讲要做核电的时候，也无叫人民同意啊。现在要不要跪，更不用假借公投来充当白手套。你知道要公投有个好处，就是白手套，它可以避免掉三四十年来所有决策错误、历任错误的所有罪过一举抹消。你知道公投是什么吗？公投是筛公反思在超度几十年的这些的政治责任。你了解吗？当初提出来，但是现在有个人惊啊！你知道，以前嘛国民党员，其实对不起，我知道在座大部分都是民进党的支持者，但是我很怀疑，民进党也只是借这个核能在算计怎么对政党最有利的方式。那跟环保团体在反核不大一样啊，这是开始哈，我历来那个，尤其民进党那。他们曾经来拜会我们，我发现那个心不正，眼数也不正，因为一个人眼神能讲的比嘴巴都很多，免计啊，你去骗吧，骗完这款老会啊，别骗他啦，那这个是第二点啊，台湾经济发展跟电力供应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历来政府告诉你们会切电会怎么样，黑龙天啦，台湾从来没有切过电，因为台湾的发展是根据无限成长的期限，所以它切这块脉动哦。最主要是可以告诉各位，台湾绝对不会切电，而且呢，之所以一定要核能，纯粹是他们就是要核能，他们就是不管你后代子子孙孙死活，为什么？因为核能最好上下其手，跟几包龙骨牙给越来越便宜。那目前呢、啊，坦白讲，只要政府下定决心，循序渐进，只要朝向多生那种多元的再生的能源，麦公山，你光是把现在全台湾的所有的路灯换成 LED， 就省下多少电力在？
现在已经在换了，但只换一点点，他一定要留着，慢慢啊改水啊。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恶的，坦白讲，你花的一点点钱，钱讲吼，那真正有养的哦，有十天养的哦，这样死啊，唔知咩啦，十天啦，咩啦，你真正是。他的所有以前所有的罪恶全部无法再比，无法的怀念今主的邪恶，现在的政客的恐怖，你们记得吗？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的时候，美国立即开发出来多少省电的东西，然后多少再生能源的东西都无法全部都出来。如果要用说用电的标准的话，其实呢真的只有这几个字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他们完全是那种。那么现在按照所有已知的资讯，台湾没有理由饮鸩止渴，持续错误的核电政策。第三，核电核市场是几十年拼专车，更是大家都很清楚，它是吸金耗材的无底洞，它是台币的文化炉，现在都在用。那高阶的核会半衰期长达两万年，你知无？嘿，核能电厂嘿物件饮料一滴流一心哦，嘿个啊，任何人一接近两分钟水熄底。我问你，那些用完的核会料，高阶核会料现在存在哪里？通通存在核电厂里面，天哪，造材源吗？还有蓝里的是次阶的，就是低阶的，嘿啊。一点在几十年，迄碳已经融化起来，你知无？啊，遐你安怎处理？啊，来讲，恁知影，咱迄高阶核废啊，伊的半衰期吼是两百多年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有辐射会害你的、会害实体的东西，要衰它衰退到一半，要两万多年后就变成一半。在两万多年后就变成四分之一，在两万年后就变成八分之一，安尼而已。所以是世世代代，而到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能处理核废料该怎么化。别的国家因为有大沙漠，有很宽阔的这个国土，他们可以去放置在荒凉的地方待完，即阵无任何所在挖得很。你讲等等海洋呀？你也还西巴人，国际嘛无可能违反。你算看看，台湾在台华人开拓时，有咱的祖国甲台湾，互你四百年，以三十年一代来算，结果经过十三代，那高阶核废料第一次半衰期就超过台湾人四代，666代。我真正想无，想啊，一定要发展核电的。那些坐在总统府、坐在台电办公室、坐在行政院的某些人，好像他们的脑袋里面装最多的，难道是核废料？啊，不是那么行的，真正不可思议的。历史的认知，他们不是曾经讲过一句话：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，就没有核事，对不对？没有核安就不公投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不再讲啊？为什么不敢再讲啊？出枪在包啊！啊，因为这一句话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句话讲出来就相当于立即会核嘛，因为呢，没有任何核能或核事可以确保安全。全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讲，因为全球从来没有人敢能够担保核电安全。请问你哪一座灾变的核电厂不是确保安全的产物？任何一个东西，一个零件有一个故障力 ，N 的零件有 N 个故障力，还加上它们复合的故障力，加上人为操作管理、天然风险、意外等等，那一种风暴风险大得难以预料，风险概率不等于零，代表它随时可以发生。如果你考虑核安，只有一图。马上会没有第二句话，所以他们发现他们讲错了，赶快这句话赶快撤掉了。现在不办都不讲，不可能。第五，核电厂后核废料一旦灾变，啊，你们经常弄错说核电厂会爆炸，核电厂爆炸不是像原子弹那样爆炸，
核电厂的爆炸是氢气爆炸，是因为他把水电解开来，他的氢气呢引爆了那些嘛，然后呢，他把一些带有放射线、辐射线会害死人、世世代代的东西压到规个规规个，你唔知，甚至呢，老去甲美国都唔对，日本的迄个灾变以后，有迄个海底啊，迄个三个月后，又甲美国的所在都测得出来辐射量啊，哦，是安尼，因为氢爆把那里面的那些恐怖的脏东西呢，散布到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地步。外国台湾，你若讲核事发生，核一核二任何一座发生，你讲迄救灾撤离非常好笑，我跟各位保证。礼拜六、礼拜天的交通通通打结了，放假日的话就不能怕别的。外公，天哪，发生灾变，天改也那死，就比那个吴世伟个人当下的伤害还要多了。天哪，你不能好起来了，你们还不晓得这些恐怖，你改呀！突然之间增加你家里的人口有多少？突然之间人口增加三倍，一住要住30年，如何？我已经卡生的参加了，接下来下一步。台湾发生到今天，完完全全没有可以梳理的避难钱，黑龙骗来的。我请问你，台北输送70万人，要输到哪里？去住在一三点是不是？真正笑的，真正笑，你根本没有地方跑嘛。台湾地狭人稠，根本没有那个空间资源处置嘛。其实台湾如果发生核灾变，只有一个最可能，就是什么？中国军队马上进来，然后告诉你台湾不能住了，对吧？那台北市迁到黑龙江，对吧？台南市迁到海南岛、恒春半岛，因为我们要拯救台湾的苦难同胞嘛，把你们好好的安置嘛，对不对？那台湾进来就核废料要几万年啊，那就这样，全中国的核废料都可以放在台湾。这个最大可能嘛？你以为哦，今真的核灾变以后，喂，你能够逃到哪里？人因遐有牛奶卡的，但是去吃牛奶对无？啊，咱这个无牛奶卡的，啊，就直接变咯，啊。所以这一点啊，各位朋友，我认为啊，核电厂没有什么理由立即会，同时最头痛最大的麻烦，台湾现在坐在好几万个核原子弹上面，就是那个核废料，低高阶的到低阶的怎么办？这个是勇士的问题，他们都把它丢给后代子孙，不要脸又不卫生。第六，消除降低风险本来就是政府最根本的责任跟功能。以目前的公投法处理核事，基本上是以民治民，技术性分摊，还有投机之嫌，而且最重要，欠缺世代公益的考量。注意这句话：任何制度政策，一旦它制造问题的能力大于它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，就应该跪止。比如说，你们以为民主制度是人类的政治制度的最后一个吗？门都没有。你看，哦，我那天刚在看那电视，看那张安乐白人的人家摇摆我们啊，哦，他要来宣传一个真理，这个一万年都不变，对吧？万年都不变。中国有历史以来哪一个朝代超过300年啊？300多年啦、啊，啊，他要讲万年。周朝的神话听说最多了，西周、东周有800多年，那是神话时代。年条归你，千条归你啊！他一回来要传播万年的真理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！啊，我看你搞的真正是，你呢？所有的那些以前啊，卖公烟，不要讲这些，台湾现在剩下来是什么？台湾人真正的功德，内在的功德在支撑。台湾的善根善行，还有民主制度，真的人类史上的，在台湾恰好是一个最大的战场。现在共产党中国利用台湾的民主彻底过来瓦解你内部的东西，一切都是所谓民主嘛，对不对？民主嘛，就是用民主来破坏民主的最好方式嘛。你看看，你看刚啊，
OK， 所以第六项消除降低风险本来就是政府最基本的责任，那以目前的公投来处理，它是以自民技术性分摊投机，更欠缺世代公益的考量。任何制度政策一旦制造问题的能力大于它，一旦解决问题的能力大于它制造问题的能力的时候，就应该废除。第七，台湾的核电厂核废到底我们现在辐射有没有外泄？我一直认为台湾辐射早就外泄，现在我们各地民间在测量，台湾全岛各地，我们那天在埔里测量，都比十几年前辐射量大十几倍。那我现在没有办法理解，是日本的跑到台湾来，还是台湾本岛的自己泄出来？那目前环保团体正在前台湾正在测，等到一个数据很快的会公布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觉得全世界都发布日本福岛的事件之后辐射量增加了，只有台湾政府宣布台湾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沾到台湾，对不对？台湾真的是福地耶，你看那个白海豚都会碰到那个污染都会转弯，对不对？辐射碰到台湾也会转到太空去耶，啊，我们的数据从来都这样耶。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现在网络上的十大谎言？啊，那个真的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啊，十大谎言真的是十大谎言啊。所以第八项，人民有免于恐惧、免于被威胁、被恐吓的自由，更该拒绝不负责任的政府执行表面合理、实质暴力的现行公投法。合适议题不应该再对全民跟世世代代进行身心凌虐了。当今呢，早谈了解呆了，那就早谈了。可是问题不应该再这样。第九，全民早就应该创发符合的国家新生计生活态度，并早一点规范新的这个规范。各位朋友，我比你还聪明啊！1980年恰好在做合适一电力的这个生态调查，那当时呢，我还说。关于准调查法有一种碎花棋盘角，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种这么多，现在碎花棋盘角就到处都是了，对吧？以前那个时候没有，我第一次在野生的看到就是澳里岩料出来的那个小溪流那边嘛，哦，就很高兴，就跑去跟台电讲说，哎，你们这里有稀有石，很赞赞。下个礼拜我再去调查，那五六颗就不见了。你们知道吧？我们调查到稀有石，他马上连夜就去把它砍掉。因为他们怕有稀有在那边，他们不能开挖。啊，安全我大概要给你证明嘞。很显然，你们没有办法进台电当工程师。然后呢，1980年代呢，我调查的那个岩石的质变呢，后来我曾经是环保署的某一种委员，阿扁当总统的时候，林进益当环保署长的时候，他发给我一张，我随时可以到核市场进去里面检查。但是我不是学核电的，我不按我去检查呀。那我知道了，我学生态的进去哦，我他说因为全部以前我所有调查的几万几进去，整个森林完全都不见了，给他们全部采除光了。所以我底下刚刚去碰破，我忘记我话去听话不好哦。那所有整个地面的生态体系完全消失。我永远记得1991年5月5号五缓和，那个时候我们上去台北缓和，有一个烟寮来的老伯啊，我一上，伊也一个乖啊，哦，啊伊看到我呢，假手或者老泪纵横，因为老伯人吼，脸上都是皱纹，眼泪掉下来的，有的是直的，有的是横的，对吧？所以老泪纵横。我永远记得那，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少年嘞，台湾爱哭而已啊！”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在那边哭。各位朋友，如今我已经白发苍苍了。你们知道吗？5月19号，我们去台北那个环保联盟举行的啊，缓和的游行，汇合的游行，跟今年还不一样，干嘛？我们走在最前面啊，因为搞三边节，叫我那个跑田埔的啊，也有，我
我右边是一个老国宝的张国荣教授，我左边一个我那赶快老茂茂的施信明教授。啊，我咧行，我伫伊个路咧行，啊，因为一开始有很多记者在拍照什么嘛，哇，好多人要来抢啊，要来抢，还有那个司仪也就冲过来，都引起多的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助理哦，来，然后叫他的助理赶快拍，赶快拍。我看见他们在抢队，我就赶快让给他们去拍啊，好。然后后来都没有记者啊，都跑光了。哇，阿奈如来如旧，到尾啊，剩两个人，剩我一个，底下又一又一条又一条啊，那个好好笑，真的是胡适会啊、哦。但是呢，我是坐在那边，我在拉的时候，右边是张国荣，左边是施信明的时候，我感觉，哎，我们已经走了一辈子了呢，真的，三十几年。我还记得那一次要上去做缓和运动，你知道我们事前听到他们会用强力的检查，用强力水柱喷的嘛。本来我咧运动的时候，我不管是抢救生命啊、环境运动啊、抢镜头啊，我拢带阮咧招兵，还提一个头啊，哈，那个小小张，他从四岁、三岁到四岁，我们两岁就让他带他上一山了，所以我们。他一岁多就已经到鸳鸯湖跟我去做调查，所以当然环境运动他也就跟我们在街头那边走。但是那一次他恰好是国中一年级，哎，小学一年级，对，国小一年级，一直他背我哦。那一次我听说了，哎，不能去，我想哎，安尼你容易因人犯起安尼哦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因主啊，明天你不要去，因为我们怕有危险。他就问为什么？因为怕会有人很强很强的水柱啊，我的理由很简单，有人会喷水柱，那就叫警察。蛙哥嘞，就是警察在喷水啊。那我理由就想了一下，那就叫政府叫警察，不要喷啊。蛙嘞，就是政府叫警察喷的呀。所以呢，我女儿这个时候就皱着眉头在那边苦思，突然蹦出来一句话，那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要他。哦，今年我女儿30岁，也就是时下跟各位这样坐着在这边的一样啊，所谓的领袖的一代。各位朋友，今年3月9号之后，缓和行动以后，我看见我们几十年所有街头运动当中最高比例的年轻人，两少年到什么程度？也比因老母的更多来嘛！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代表这个政权已经走入历史了，再见。你看我，当年轻一代站出来的时候，代表这个政权已经再见。除非你们又再一次的把最好的时机转化成为最坏的时机。下面点一五，我跟你讲，我每次看见年轻朋友都讲，我经常讲我在山里面的体会的一句话，啊，从来没有一片春芽，春天发展出来的芽，会记得哪一片落叶的沧桑。你不可能知道我们走过什么，林南啊，林州风一带走，从来没有一片春芽会记得哪一片落叶的沧桑，每一片落叶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每一片春芽也会变成落叶，一条白单固定买了。但是在这此之间，代代之间传承流传着人性道德的光辉跟创造性的善良。你说，我们总有某些东西，如果生命没有传承，如果没有世代，那请问你的意义在哪里？所以年轻朋友，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有可能是台湾历史上最幸福的一代，却也有可能是最最悲惨的一代。如果和会出问题的话，你们就是。为什么？因为
为我长期都在做口述历史调查，上上个月我访问一个高雄一个87岁的欧巴桑，叫做蔡永珠，他儿子就是王文龙医师啊。伊甲我讲一个故事，伊讲咧，阮阿妈咧过身进前啊，这个87岁的阿妈，你想啦，即摆年龄几岁啊？伊起码160岁啊，对无？因这伊讲，伊讲阮阿妈咧过身进前，甲我讲一句，甲我讲一个故事，讲永珠啊，你爱注意哦，台湾将来会有大劫难哦。后日啊，台湾会安怎？你知会有路无人行，有厝无人住哦。有路无人行，有厝无人住。3月初到，我看见大家行出来时，忽然间我知影，阮阿妈咧讲的就是这件，就是这件，所以我搁较偌老，嘛要行出来啦。乡亲啊，恁知影因阿妈甲讲这个故事，有路无人行，有厝无人住。这个典故从哪里啊？我考据出来啦，是出自刘伯温的《烧饼歌》转化来的。啊，当时他们预测，几乎500年后，台湾会有怎样繁华的城市，但是也会遭遇到不落不让行，不出不让住。所以，一件老伙仔，这个蔡英文女士呢，伊忽然间就了解讲，我阿妈咧讲，就是这行，就是这行，所以个话我个安怎老我唔爱行出来。去年3月11号，我们在台中板河有一家人，他举着一张大照片，是21年前，就是1991年的时候，他们在台北板河的时候的照片。那张大相片，因为在那当年在板河，应该是一个大相片。尽管加一句话，21年前板河，我们下面一句话，我们现在一样板河。然后他们的照片。当他们碰到我的时候，很兴奋。陈老师，你这一张就是你拍的，这一张就是你拍的，别听我改的。21年，去年我过60岁生日，12月20号嘛。当天啊，我一两个朋友学生请我吃饭。当天我有一个感慨，什么感慨？年轻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小错误，误以为我不会年老。等到我有了年纪以后，还有一个小小的错误，就是这颗心还很年轻。不过，我那天在林夕林老师的场地，我也讲，年轻朋友，我会告诉各位，我们这一代过去战斗，现在战斗，将来战斗，死后还继续战斗。